新庄利泰里内有间土地公庙，因为紧邻中环路，当地里长指出，前方道路平日车流量庞大，加上用路人的开车速度是非常的快，经常发生交通事故。里长希望用路人千万别开快车，尤其是行经这个地方，请一定要放慢这个速度行驶，这样才能够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紧邻新庄中环路段上的这间福泰宫，当地里长指出，因为公庙前方道路笔直，加上平日车流量庞大，行经用路人开车速度超快，经常发生交通事故。里长有所呼吁：新泰路地区啊，唯一的福泰宫，坐落在咱新泰路啊，新立泰里啊，面向是咱中环路啊，咱这条路啊是真直真宽啊，车辆啊真多。啊，速度也真多啊！希望讲咱各位乡亲啊，经过这段时路段，会当减慢咱的速度。庙方则表示，虽然在路口有设置交通号志灯，但是对不守法的民众而言，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。尤其抢快通行，也是造成车祸频传的因素之一。新庄福泰宫啊，面紧邻我们中环路台65线，啊、因为车流频繁，而且又在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上，啊，车祸频传。即使有土地公爷爷坐镇，想保佑大家出入平安，不过仍要提醒用路人，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下回行经中环路段时，记得请放慢速度行驶，这样才能够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记者黄佑贤，新庄报道。